好，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啊，我们刚刚呢讲了一下我们的事件分析啊，当然呢，咱们讲的都是一个什么呀，分析的思路啊，好吧？所以说这个上面的这个什么呀，这个事件呢，对吧？按照这种维度的，还是比较简单的啊。OK 啊，那接下来咱们讲一下什么叫漏斗分析啊？这个漏斗分析，咱们在讲之前啊，咱们在讲之前呢。先把它停了啊，咱先不讲它，因为可能讲不完啊，这个比较多啊，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呀，叫自定义的 UDF 啊，这个不怎么好弄啊。那咱们讲它之前呢，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什么呀 Presto 的一个用法，好吧？咱们先讲一下 Presto 一个用法怎么去用，因为在这里面呢，咱们要写一个 Presto UDF 啊，然后咱们才能去做这个漏斗。漏斗里面呢需要搞一个自定义函数啊，然后才能去实现这种什么呀漏斗的一个深度分析啊。好，那下边呢就是我们的 Presto 的用法啊，用法这个用法有点那什么呀，不怎么好，不怎么好弄。来吧，我们看一下这个 Presto 啊，咱们先创建一个什么呀？这个项目工程，好吧？还得创建一个啊。这个是我们另一个啊，不能拿它了啊。这个关掉吧。创建一个啊，就创建一个这样的。这东西不大好弄。来啊。叫 Presto 对吧，杠它是 UDF 是吧， UDAF 啊， UDF 咱也叫 UDF， UDF2 好吧，行啊， OK 啊，就这么地走行啊。然后咱们导一包，把这包呢咱们导进去啊，这儿这个咱们需要打包上传的啊。好，导入一下。OK 啊，好，导入完成了啊。然后之后呢，我们创建对应的 Scala 文件啊。Scala。不用创建了，不用创建了。咱的 Presto API 呢是 Java 的啊，不要创建 Scala 了，好吧？所以说我们在调用的时候呢，咱们写这个Java 的 API 就可以了啊。OK 啊，那在这里面呢，咱们创建它的结构呢，你尽量和这边是一样的，听懂了吗？尽量和这边是一样的就行了啊。那咱们首先呢，先不用创建上面这个啊，好吧？咱们先不用创建，咱们先写个测试啊，写个 text。对吧？因为咱们先要学习一下这个 Presto 啊。好，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呢可以搞一些什么呀？这个单元测试啊，对吧 ？Text 啊，单元测试。然后里面呢就是public void 啊，然后呢这个比如说 text 一，对吧？好 ，OK。那这个 Presto 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是吧？我们说明一下啊，这个 Presto 呢，首先介绍一下啊，它是一个什么呀，它是一个这个检索引擎，对吧？就是这个什么呀，这个查询引擎吧，查询引擎啊。然后呢使用什么呀方式，对吧？比较特殊啊，特殊啊，需要自行设置什么呀内存使用，以及内存使用及什么呀资源开销啊，资源开销。同时呢，在使用过程中啊，要设置什么呀？要什么呀？要这个什么呀？这个有规则设置吧？有规则，这个什么呀？设置所以啊，不然就浪费资源。知道吧，这东西有点怪啊。所以说
咱们再去学这个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第一点要学什么呀？学一下它的这个最基本的用法，对吧？最基本的用法啊，这 Pareto 基本用法吧，好吧，基本啊。OK 啊，好，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去用啊，这东西怎么用啊？什么叫这个 Pareto， 对吧？好，比如说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Pareto， 我们可以在这儿什么呀？设置一块内存区。比如说呢，比如说什么呀？我设置一个十个字节大小的，十个字节大小。好，怎么设置？咱们用什么呀 ？slash 点，有个什么呀？有个叫 l我看一下啊，是不是这个？这里面传什么？这一块呢？我咋说呀？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设置一个内存区域，就是设置它的一个什么呀？一个使用区间啊，区间大小就是，知道吧？然后这里面呢，你可以传一个 int 区间大小。那比如我设置一个什么呀？十个，是吧？比如设置十个大小 ，OK。然后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啊。然后呢，这里面是传入咱的字节大小啊，好吧，这是咱们传入字节大小啊。然后如果你没传等于对零，那么我就有一个默认值啊，默认值，默认是空啊，空的，这是空的啊。OK， 然后呢，这块注意，它有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呀？如果你设置的这个字节，就是这个大小啊，超出了这么多，这是多少啊？两个 G 吧，二 GB 吧，啊，应该是二 GB 啊，二 GB 就是。它这个大小呢，最大不能超过二 GB， 啊，就是你的一次性存入啊，不能超过二 GB， 好吧？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啊，不能超过二 GB， 啊 ，OK。然后后边呢，这块什么呀？如果你这里面传入，对吧？它什么呀？它大于这个二 GB 了，就大于这个内存大小了，它会给你报个错，报个异常，看到了吧？哎，报个异常，啊，就说你这个什么呀东西已经超出了我的字节限制，看到了吧？哎，然后之后呢，下边呢，如果你正常的，它就可以干嘛？创建一个，看到了吧？创建一个什么 ？new byte 是不是字节啊？是不是啊？那这个是不是你字节的个数啊？是不是几个字节？这能理解吧？哎，几个字节？好吧 ，OK。因为咱们使用这个 Presto 呢，它这个和咱们之前使用的一些其他 API 不一样。咱们之前使用其他 API 的时候呢，不考虑这种字节这个什么内存大小，对吧？区域什么之类的，直接什么呀？通过它自己给它分配就完事了，是吧？但是现在。你使用这个 Presto 进行操作的话，你得去计算一下它的字节空间大小，啊，要不然你如果什么呀超出了它的内存，它就会有什么呀有这种溢出的风险，溢出的话就会报错，啊，然后呢同时也会什么呀也会有一个这个负数出现，知道吧？咱们正常都是一个正数的 ，OK， 比如我设置一个十个字节大小的一个区域空间 ，OK， 来，好，这十个大小的，行，那现在。我们这里面呢就保存了十个大小的一个字节的啊，之后呢我要想往这个字节空间里面添加数据怎么去做，比如说我说什么呀，这个添加一个数据啊，怎么做呢？点什么呀 set by byte 不是 bytes 啊 byte， OK， 这啥意思？这是赋值，就是往它这一个区域空间存值啊，这个值呢第一个叫 index， 第二个叫什么呀叫 value。 这个 index 是啥意思？就是你的字节索引，比如说零，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的啊，这个下边是从零开始的，也就是说你里面不有十个嘛，对吧？它就是零到九，对，零到九啊。然后呢比如说再写下边就是一个 in， 你看这是 value 吧，就设置我们的值吧，比如我设置一个什么呀100，好，设置100啊 ，OK， 这个啥意思？就我给大家说明啊，表示什么呀？表示什么呀？第零个字节设置为100啊，那你说你的第零个字节已经被占了，对吧 ？byte 是不是占一个字节啊？对不对 ？byte 是不是占一个字节？它没有超出这个空间啊，没有超出这个空间，注意啊。印的占几个字节？这个嘛，对吧？落占几个字节？哎，八个嘛。你这东西之前不是学过的吗？忘了呀？忘了吗？
啊，你可能忘了是吧？你所以说这个东西它需要的你一个基础，就是一些基础内容比较高一些，知道吧 ？OK， 行，那我现在想取的话怎么办？比如说我获取第零个字节数据，字节数据，对吧？那这地方呢，我们用什么呀？用这个 ，slice 对吧？点 get byte 啊 ，get byte 取零，打印一下，看好啊，走你，就能取到啊，就能取到。看到了吧，哎，就能取到了啊。OK， 那么大家想一下，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字节什么呀？等于多少 BT 啊？等于多少？八吧，是吧？哎，好，这个知道已经八，对吧？那么你等于八的话，那么这里面最大的应该存多大？你别瞎说，157，你出来敢给我整出157呢？二的八次幂是等于多少？256，什么157？256，啊，你说错了，你差一个，啊，对，257就超了，对吧？你就超出一空间了，超出一个字节空间了，能理解吧？所以它里面最大存什么呀？存256。比如说我存一个257，啊，存一个257会怎么样？再看一下，变成一了，看到了吧？就是将咱们数据从头来了吧，是吧 ？OK， 那这啥意思？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到256啊？这个你得知道啊，就是八个二进制嘛，是吧？八二进数等于多少？是不是256啊？能理解吧？哎，八个二进制的数啊。等于256，当然这东西啊，大家可能又这个什么呀？这个又回到咱们之前基础的东西了，对吧？就你刚学的什么呀？刚学计算机编程的时候，啊，这些东西可能刚学的，这些都是一些什么呀？基础的东西啊，可能我们之前也没有去单独去用的，对吧？但是咱们用这个 Presto 的话，里面必须你得知道这些东西，要不然你没法存数据，能理解吧？哎，你没法存数据。当然咱们不需要知道太多呀，知道吧？你最起码。就是这个东西，你最起码给你能用，你能写它的 API， 最起码这一个什么一个使用你能会就行。就是我不说你什么，你写的非常好怎么样，不需要，你最起码能用它就行了，好吧 ？OK， 好，比如说啊，这256啊，你别搞太大，比如说100啊，你超了就不行了 ，OK 啊，你这个如果超出，比如说啊，我超了一个非常大，对吧？它就会溢出变成负数啊。好吧，如果你超出内置空间就变成负数了。比如打个比方，我再来一个什么呢？比如我设置一个 int 行吧， int 是几个字节？四个吧。好，比如说我 set int 是吧，我应该从哪个字节开始设置？我是不是第零个字节已经被占了？我这边从第一个开始，我里面是不是有10个？能理解吧？那我第一个被占了，第一个也是不是已经存100了？我是不是应该是从什么呀？从第二个开始，第二个里面就是一，对吧？第零个被占了，那就得从第一个开始了呗，是吧？好 ，OK。那么我这个 int 是占4个字节，注意啊，它是占4个字节，4个字节有多大呀？应该是10，我想想啊，不大，我的天，这个好大好像是吧？你算一算，应该是10024乘以10024。再乘10024，还是这个，你算一算，啊，应该是2的32次幂吧，是吧？这个好像乘出来就应该是，好吧？这个大家不用去纠结这个啊，好吧？说明一下啊，就是设置 int 类型就是什么呀？就是4个字节，对吧？哎，我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因为 Presto 这个东西还比较抠，你知道吧？就啥意思呢？让你自己设置空间，你可以合理的去管理自己的内存，能理解吧？就是我不用造成过多的浪费，我就按照我的顺序写，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
能理解吧？比如说你如果要不用它这种操作，我们正常的话咱们都不关注自己大小对吧，我也不关注数字大小，因为它里面随便开销嘛对吧。而 Prizone 呢正好和咱们之前所谓思路相反啊，你知道吧，正好相反，就说你这个比如说这大空间对吧，你自己去管理对吧，你想要节省资源你就自己什么呀，把这个顺序给我写好，比如说是一二三四对吧，你这一里面存什么自己想好，二里面存什么自己想好对吧，你比如说三这块你自己想好，四自己想好对吧，也说你可以自己去管理你的内存空间，你想开多大就开多大，你想怎么用怎么用。这样的话它有一个优点在于什么呀，在于内存管理非常的什么呀，非常非常的节省空间嘛，就把内存管理非常的好，而且你不会多余浪费一点内存，只要你能知道它的一个什么呀字节大小以及它存的数据量有多大就可以了啊，这就 OK。 然后呢，而我们之前所学那东西呢咱们根本就没有关注过这个什么呀字节大小对吧，因为你像你学 SPARC 呀，学哈杜普是吧，它自己存的呀对不对，它自己给你计算的吧。而在 Prizone 里面需要你自己，需要什么呀，需要你自己去管理啊，这点是比较好一点的好吧。但是它有一个弊端，就是如果你对计算机基础可能对吧不熟，我说这东西你听不懂啊，你如果你要不是计算机专业，我说这东西你可能听不懂对吧，那什么叫位啊对吧，什么叫字节，什么叫字符啊对吧，等于多少都等于多少啊对吧。你要是这东西当然了，你计算机专业可能也有时候听不懂对吧，为啥呀，因为你忘了对吧，因为你忘了是不是啊。好，没关系啊，好吧，咱们会用就行了啊，你再乘1124就过了啊，跟大家说你再乘1124就过了，这应该正好，这应该是个正好的好吧 OK。 好，我们看一下我存好之后，你一会儿咱们看一下溢出什么样好吧 OK。 这个时候我想获取这个 int 就什么呀，点 get 什么 int 啊， get int， 因为你存的什么，你存的是 int 类型对吧，你取就要取 int，你要取其他那就是什么呀，位数不对了吧，是不是啊，你的字符数就不对了呀，从底下一吧取是一，好，来，这个应该能取出来的啊，应该是正常没超出，应该是对吧，没超出啊是吧，一个记着吧，你再乘一个1024就好像超了啊，好像就超了啊，还超没超啊，有没有越界啊，越了是吧，零了，看到没有，归零了吧，哎，就是说你的长度超出了我的限制，归零了啊，你自己算一下1024乘以四次等于多少啊，应该很蛮大的是吧，哎，应该是蛮大的啊，好，所以说这别超出啊，别超出这个限制啊，好吧。那这块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呢，如果什么呀超出内存界定就会什么呀，溢出变成负数或者零，就是你超出了一个什么呀这个边界了，然后就归零了嘛，重新开始。然后呢什么呀，这个设置数据大小不要超出内存对吧，哎，不要超出内存什么呀，对吧，不要超出什么呀字节长度吧，啊，长度。假如你的字节什么呀？比如说，假如说你自己啊，咱们不是印的是吧？印的以后，比如咱们再设置一个，好吧？咱们再设置一个啊，你看啊，这咱先不写啊，我再给它设置一下。你看啊，比如说我搞一个什么呀？搞一个，再来一个。这块假如你不知道它从几开始，你还认为什么呀？哎，应该从二开始对吧？好，你看一下啊。看还能不能设置啊，会报错，好看这个啊，试一下，哎，我怎么又设置这个位置呢，我看一下 get by 啊，不什么，怎么从二开始的，不对啊，不对不对啊，这个不应该从二开始啊，这样设置的话就复用我的内存了。这样，这儿注意一下，
我看一下，我如果把它改一下，我看一下，应该是 set 一，这是一个字节，对吧？这是一个字节，然后这是四个字节，四个字节的时候呢，我再设置啊，我要想往里面再加，那你就应该从什么呀？从多少啊？从一加四，从第五个设置啊，从第五个设置，好，不能从第二个。这说明一下，如果什么呀，再继续什么呀，设置我们的字节使用，要计算上一个字节位置，在上一个位置后面追加啊，而不要从中间来啊，中间来的话就不对劲了，好吧？就你使用的不合理啊。OK， 这块呢，我们看怎么做。它这个，比如我先设置点汉字，好吧？你看啊，比如说点，我再设置 set bytes 啊 ，byte， 比如 bytes 加 s 吧，好吧，各个 s 啊。那这里面，我现在应该从第几个字节设置啊？零、一、一加四，应该从第五个啊，从第五个开始，好吧？从第五个啊，从第五个啊，它是四个字节嘛，对吧？我里面一共有十个嘛，就十个嘛，对吧？就是它占了一个，它占了什么呀？四个，加一起有五个嘛，对吧？零到四嘛，这不又要是咱们正常数据应该六对吧？是吧？好，然后这里面不用设这个什么呀？设了一个string， 看啊，我设一个 string， 张三，这个中文占几个？我得需要给它转了是吧？它要的是一个 byte 点 get bytes。这样行吧，我看他会不会抄啊，应该会抄。然后之后呢再把它取一下啊，点儿 get bytes。这里面取的时候呢，我看取什么呀，因为可以添值啊，比如说取，我想啊，五是吧，它是占bytes， 它里面没有 string 啊，你不能使用 bytes， 这里面是占几个它呀。这个张三中文是占几个呀？好像应该超出了吧。我们这块取一下啊，我看一下，比如说我取从第五个取到第六个，好吧，取到第六个行吧。哎，不能这么打印啊，这么打印不行，这么打印不行啊，你得把它变成 string， 它是一个数组是吧， new 一个吧， new 一个 to string 吧，不 new 一个 string 吧，好吧，把它放进去啊，这样，这是打印，这样好吧 ？OK， 行，它应该是超出这个字节长度了啊。然后我这样啥意思啊？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截取的意思啊，就是我只想取它当前的第一个啊。咱们试一下，看能取啥呀？哎，完了，超出了，看到了吗？他说什么呀？他说你的这个字符的长度是十一了，是吧？那证明啥意思啊？证明我们从五这块加来几个？加来几个？哎，就是它是三，它应该是三吧？对吧？就是说这一个字符，咱们这个字符是不是应该在 UTL 杠八的编码格式下去计算呀？有的是不是汉字是三位？还是不是要有四位的？有吧？有吗？三位、两位的有吧？对吧？那这个东西你得看一下编码的对照表，就是 UTL 杠八的这个什么呀？这个字符的对照表，好吧？那我们这块给它加一点呗，好吧？你加一点啊，我再把它区域设大一点，设十二个吧，这样可以了吧？对吧？来，咱们取一下，看这块能取出啥来？好，张三取出来没问题，就是当前呢，我们在什么呀？在这个，只要你没超出，大家注意啊，只要你没有超出我的这个界定，这儿，比如说我这块再取啊，取它长度，你别超出你这界定啊，就是你这个内置区域设定啊，你的字符的长度别超出它呀，超出它就溢出了。这地方是什么呀？这第二个是啥？这第一个没啥说的，这是从第几个开始取，对吧？从第五开始取，这是啥意思啊？取你这里面的长度，比如说我取一个五会变成什么样？五，你是不是里面应该有一个乱码的呀？能理解吧？哎，五里面应该有乱码，因为三是没法拆的，对吧？
看到了吗？这是不是咱们以前经常看到乱码啊？这个你知道为什么会乱码了吧？因为咱们取的字符不正确，对吧？你比如说拿右圈干嘛转成什么呀？转成拉丁的，那肯定转不了呀，对吧？因为他们的字符和我们的这个字符不一样，对吧？好，你取四，它还是乱码，因为你是从它的空间当中截取的那一部分，看到了吧？哎，你再取三就不是了，就取一个章，哎，就取一个章了，好吧？是吧？哎，你要再取二一，还是一个乱码，听懂了吗？啊，是这样的啊，好吧 ，OK， 好，这就不多说了。行，比如说我想什么呀？进行这个内存的复写。我给大家说这个咱们要用的啊就行了啊。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内存的复写怎么进行内存复写？比如说，我现在用张三占了多少个呀？一二三，超出了十个啊。比如说我应该从，我想想啊，比如说我想应该是这个，我说明一下它为什么会这样，最后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呀？一个字几页，字几页等于一个字符，对吧？一个汉字，对吧？汉字有可能是什么呀？两个，对吧？二个什么呀？字符也可能是。什么呀？三个字符，对吧？能理解吧？哎，所以这东西咱就没法可说的啊，好吧？哎，它因为它等于不一样啊，好，所以这块咱们取的时候，你有可能取不到，对吧？好 ，OK。那这块如果我再进行内存复写的话，怎么叫复写呢？就是说，在我原有的字符长度上后面追加或者覆盖啊，或者追加或者覆盖。比如说，我想在章后面追加一个字符。追加一个是汉字，比如说想追加个四，对吧？张四三，比如说想叫张四三。好，那看怎么进行复写啊？那比如说叫 set 啊，不，点 set bat。OK， 我想在张加这个张再三个字符，对吧？那就是它加三吧，加三等于八，能理解吧？那我们这边从八开始啊，八开始，八开始我想追加一个什么？追加一个中文汉字四。点右贴干嘛来这个，这个是追加啊，比如说来追加什么呀？追加一个四，看一下能不能复写到。OK， 我们取一下值啊 ，copy 一下。这个其实我跟大家之前讲的讲书装之前我就跟他说，我这恶心地方就在这儿，对吧？你要如果没有一些基础的话，这东西不怎么好理解啊。因为后边的话还有一个比这更恶心的，咱要靠这个写个 UDF， 你想想对吧？得多恶心，靠这个东西要写个 UDF 啊。好，其实这也是咱们这个项目里面最难的地方啊。然后这地方啊，比如说我现在还这么取，好吧？我还这么取，它应该是取了，应该是叫张四吧？但是你这是不是字符又超了呀？我们看能不能复写，对吧？咱们正常说应该是可以什么呀？可以复写，对吧？就是应该不用超。看能不能复写，不能复写咱就得加长度，能复写就最好，复写了吧？好，也就是把三给覆盖了，复写了，好吧？复写内存，这叫复写内存，好吧 ？OK， 行。然后你如果说什么呀？加的，我想，比如说打个比方啊，你这块写的复写的时候写错了，打个比方你写错了，你写什么呀？你写了两个四，对吧？那这个时候你一加的时候，是不是有问题了？看一下。长度超出了吧，对吧？哎，你已经超出了14位了，你看12位对吧？超出怎么办？我截，注意啊，这块咱们可以截。什么意思呢？就这个 byte 是这个什么呀 ？set bytes 里面后面还有，看到吧 ？int source index 和它的长度对吧？就是从哪地方开始？从零开始。我截一下，突然就有点截取的意思啊。截多少呢？我截3位，那这个四就省略了。看一下。看到了吧，对吧？哎，是这么做的，哎 ，OK， 好了，行，这个就是咱们的内存复写的一种方式啊。那其他的其实也就没有什么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将两个什么呀？两个这个内存区域合并到一起，将什么呀？内存地址合并，
石油啊。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些啊？咱们就讲这些东西啊，不讲多的，因为这些东西咱们要用它，用到咱们的 UDF， 所以说，这个东西得知道，要不然没法写 UDF 啊。就算我写了，你可能也不理解那个东西啊。合并我们的内存地址怎么做呀？先来一个内存地址，好吧？哎 ，S， 写错了。点，来一个，再来一个，比如说这块我来一个什么呀？来个六，行吧？它这个区六个字节啊，一是吧？好 ，OK， 我想将它们合并啊，那咱直接用上一个点什么呀 ？Get base， 比如说你想在哪个地方合并啊？打个比方，我想在哪儿合并啊？我想在第五个位置给它合并一下，加几个？我加它，对吧 ？OK， 然后最后这时候呢，我们把它什么呀？把它打印一下，比如说把这个一打印一下啊，点什么呀 ？To string， 又是干嘛？好，我们看一下，这就合并了啊，五加六等于是一吧？看一下是不是那个位置啊？我们搞了一个什么呀？我们看一下，张四，从第五个位置追加了一个内存地址，然后呢，我把这个一位置的第六个东西打印出来。比如说我这块要追加上五个呢，我们看一下，OK 啊，没问题啊，追加四个呢，也是这样，也是张什么玩意儿取不出来了。你可以大呀，你可以大，但是你尽量不要小。看一下大怎么样了？大啊，这个内存地址合并的时候啊，你这块得开大一点，别超出它，好吧？就啥意思？给大家说明一下，举个例子啊，这个内存是怎么一回事啊？比如说这个内存呢，咱们现在有什么呀？十几个、十二个长度是吧？比如说什么呀？是十二个长度。然后呢，我们现在追加这个内存，对吧？比如说我现在想追加一个，这内存比较小，是吧？就在这儿啊，比如六个。然后我在什么地方加呢？对吧？比如我在什么呀？在这个第五个位置加啊。比如现在什么呀？先把它加进去。我这想在第五个位置加。好，它第五个位置呢，正好在这儿，就在这儿。哎，加进去之后，它后边这剩余的长度还有七个，是吧？没问题，七个是可以加的。好吧，七个可以加，因为它没有超出它总的内存大小，好吧？但是你要把它换了，比如说我想在第八个地方加，你是加不进去了，因为六加八等于十四，它十二个，它总共内存大小是十二个，你超出了它内存就不可以，听明白了吧？哎，这个合并呢，不像说咱们正常理解那合并，就是它俩加到一起，对吧？组成一个新的，不是的，它是在它原有的基础的内存之上变了一个什么呀？新的地址，这个新的内存地址啊，和咱们之前那历史地址，就是这两个张氏不一样啊。我这个张是存在这个里面了，好吧，就存这个什么呀，这个一里面了，而我们上面那个是存这里面了，两个不一样，听懂了吗？哎，只是咱们看的时候，哎，感觉数据不一样的嘛，但是它放的内存区间不一样，对吧？就跟比如说咱们有一个磁盘一样，对吧？这个磁盘一样，比如说什么呀，现在这个磁盘呢有内存区间，我这里面存了张四，我这里面存张四，它俩存的地方不一样，能理解吧？哎，是这样的，好吧 ？OK， 行啊。我们的使用呢，先暂时给大家说这么多，好吧？我说多了，大家可能有的其他也记不住啊。你先把这些东西给我记住就行了。后边咱们用到 UDF 里面还有其他新的，那咱们再说。你主要记住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地址使用的时候，要什么呀？精打细算。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Presto 的精髓，自己控制内存区间，好吧？哎，自己控制内存区间，好吧 ？OK。因为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自己去设置，你想怎么设怎么设，对吧？然后呢，你使用的时候呢，自己去控制你的内存使用就 OK 了啊。好，那这一点我们怎么去给它配置内存地址，在什么地方配置，有没有超出，你都要想好啊。那后边我们会用这个 set base set in 的存值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不是有什么呀，有一个叫漏斗的分析嘛，对吧？那个漏斗分析呢，我们就会把那个漏斗的数据给它放到这个里面啊，然后正常的从这个内存里面取值，我们只会开辟，比如说你的漏斗深度有四个，对吧？那我就给你开辟四个字段，
比如说有什么呀，就是四个字节啊，一个字节存什么呀，存第一个漏斗的什么呀，第一层，第二层，第三，第四，第四层，我就存四层，能理解吧？那每一层都会存到这个对应的内存当中就可以了，好吧？这样的话你的内存使用起来就是很少的啊，也非常节省的，好吧？ OK。